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快车》，我是吴忠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指数大跌，老师唤醒什么代志？我相信你嘛，知影唤醒什么代志啊？是啊，那我当做你的靠山啊，应让我的飆股来当你的靠山。来，只要你看我节目的，绝对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去买台积电。过去这两个礼拜我讲得很清楚，我每天讲每天讲，那老师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我只是避开而已啊。还真正像老师那样股票那样全部全面喷出的啦，敢没有全面喷出？这么的有全面喷出不？我再给你看一档股票、哦、昨天我讲的啦，我昨天点名的股票啦，有没有喷出啦？我上礼拜已经叫你不要去追了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他要休息，我有跟你讲说他要洗一洗。请问你告诉我，昨天我们跳出来告诉你他整理一下准备要喷出了，赌了必赢。你可以看我每一天的节目，有全部都是预告，我所有的操作都是预告，包含银邦今天大涨啊。我不是今天大起来用银邦大涨，你可以去看我昨天的节目、前天的节目、大前天的节目、上礼拜的节目，我怎么讲的？我礼拜五预告我要买银邦，礼拜一台股暴跌，它涨一块钱，礼拜二涨两块钱，今天盘中大涨八块钱，收盘涨四块。那不是因为今天落两百几点台股暴跌，你说它今天会不会涨停板？我也不知道啦，啊，慢慢来也比较好啦。啊，来了，攻了，跟了，攻的强生来。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这是全市场最飆的生技耶。可是重点来了、哦、我没有叫你去追涨停板哦，我没有叫你去追哦，你去追也没有意义哦。我从上礼拜都讲得很清楚了，可以加嘴啊，四字头都飆到六字头了，你我满载，你这个时候才想要买。也不是说不对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你真的要买要找我吧，你总不能四字头飙到六字头哦，强生好棒哦，我们要买强生，那你要等我指令吧，全市场最飙的生技股啦。你会发现我没有叫你去追的这一个多礼拜，他也是动不动就想要涨停板，动不动就想要涨停板。我老师啊，那你的股票那大家拢这么喷啊，今天明明的大了，你股票全部拢喷出啊，啊无咧是无到到底是多一支无喷出哩？你敢介是甲我讲一下，多一支是无喷出啦，是多一支无喷出啦，啊，到底是多一支无喷出？你敢人甲我讲一声，有多一支无喷出的啦？而且全部拢是预告的，拜托一下哦，你要看节目要看那种预告的。开始就有人会说什么？哎、欸，来来，你再加北极星，这有没有六成？老师到底有没有六成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北极星啦哈，我卖我都是预告的哦，我这一天预告的吧？我是不是这一天预告的？不是最高点哦，最高点是这一天哦，这次。平高点最高点有没有？可是它有涨吗？那请问你知道卖之前我有没有预告，卖的时候我有没有告诉你我要提早下车？你敢有看见这种节目？我要买什么？我跟你预告今天要暴涨，我要买什么股票？天天股票就天天大跌，有没有？大家都说生技来了，谢谢哦，我们要大获全胜，提早下车。第一，它不够快；第二，它有人取代。哦，我连卖的原因我都跟你交代很清楚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它是不是也跌下来了？它是不是也跌下来了？那我有没有预告？还是我每天都跟你讲我的股票涨停板？臭西洋，拜托你。你开始又会讲，哎呀，老师啊，你讲的那个哦，没有知名度啦，北极星哦，等说平均均量五千张以上啊，老师没知名度啦，银邦什么挖哥，银邦没知名度啦，银邦我没听过啊，今天成交七千多张，快八千张啊，130几块成交八千张，哇，这个成交几十亿啊，请问你告诉我，
老师啊，这没有知名度啦，有没有？这没有知名度，今天暴涨，没有知名度啦。你说你可以掌控这些股票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台积电可不可以把控？我把控给你看，有人做，有人这样子这样做的吗？快要700块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没当没，我都是在节目上公开预告的哦。我只是要证明给你看，什么叫做精准，什么叫做完美的预测。当你做得到，你才可以想说你股票会怎么大赚，怎么大赚，不是每天鬼扯淡。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啊，为什么涨停板？我至少要告诉你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吧？我总不能一张字卡拿出来，上面连一个日期都没有。我哪没日期啊？你可以说我是造假，100%都是骗人的。我每一张字卡都有日期，你去查了哈，只要有一张字卡没有日期，我随便你啦。哎，拜托哎，我讲每当被抬个家。我一当被落底要喷了，所有人当我是神经病啊！然后呢，涨到这里，我跟你讲要逢高卖，所有人也当我是神经病啊！巴菲特那边台积电呢，结果暴跌一个月，从508暴跌到442，暴跌了66块。我跟你预告，最佳买点只要敢买就是大赚，结果再暴涨100多块。我直接跟你讲什么？我2个多礼拜前跟你讲什么？不建议再买了。老师，你为什么干不干脆直接叫我卖？我也可以叫你卖啦，但是我知道它还有高点啦。为什么？我说指数继续创新高，台积电不可能不被带上去，所以说台积电还有高点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投资人还有期待。我是不是这样子讲的？但是那个创新高也是要给你卖的啦，因为我每天都在提醒你，每天都在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去买台积电了。你不要跟我说你台积电，你跑去买台积电，你跑去买台积电，绝对不是看我的节目，保证不是看我节目啦。你今天看我节目，你绝对不会买台积电的。为什么？哎，我不是来黑台积电的，我是把我看到的告诉各位。不是今天大跌哦，台积电有多糟糕多烂，然后涨停板就台积电很棒，我也没有这样子啊。我过去这两个礼拜我就一直跟你强调，你在这里买台积电，你图的是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你图什么吗？人都赚200几块啊，人翘翘的人，翘翘的人都赚200几块啊，你在这里买台积电图什么了？公布答案，结果呢？嗨呀，那是因为哈，巴菲特股神哈暴砍台积电啊，又把台积电几乎卖光光了，卖了80几%哦，存一点点啊，暴砍86%的台积电，剩下14%，有干阿无嘞？他是买也好，他是卖也好，绝对不会影响我的看法，我的看法都是领先全市场的。我今天告诉你他会飙，不是因为巴菲特买台积电。当你看到巴菲特买台积电的时候，我是叫你卖。当你在还有期待的时候，我建议你不要买了。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只有谁是真的在替你想为你好啦？大家说好听话吼，你是对你来说没帮助啦。是要把我看到的告诉各位，你看这种节目才有意义吧？只有谁会跟你讲真话？还是每天跟你讲我的股票涨停板？你要看这种节目太多了啦，不一定要看我节目。我讲真的，不一定要看我这种叫玩3岁小朋友在玩的游戏，不一定要看我的节目啦，因为我不玩这一套的啦。我会证明给你看什么叫做预告。哦，那个老师就修蛤嘛，所以当你发现你能够把控一家台积电的高低一点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每一只股票什么时候要喷，我都知道。我没有跟你讲我前面赚多少钱啦，你可以当作没有啦。高利我是怎么跟你推荐的？
我现在没有推荐台积高利哦，我没有跟你讲，我没有跟你讲，我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拿报告给你看，你看它多好，为什么它会飙？可是我却告诉你，我卖掉了，我卖掉，我也不是看外它，而是我找到更好的。那我可以前面赚高利，我的会员就是前面赚高利，后面赚银邦。我前面都不要讲，我就讲礼拜五说什么。你去看我礼拜五的节目啊，你不用看礼拜五节目也没关系，礼拜六礼拜天也是重播，你看礼拜六礼拜天也好，你看礼拜一的节目也好，你看礼拜二的节目也好，反正他都没有飙啦。我管你今天落几百点，你落两千点我也是要气啦。这个才叫做预告。这个才叫做预告，这个才叫做预告。我卖，我跟你讲啊，哦，那我卖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另外一档强生也喷出了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什么叫做完美的操作？就是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你不可能什么股票都有，你不可能同族群要，你要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。所以你必须要集中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把高利卖掉去买银邦的原因。你可以高利也赚，银邦也赚，就赚它最好赚的那一段。这样不是很爽的吗？至于证据的部分，你就自己看好了啦。哦，是不是每一次的高低一点都是我精准掌握的？哦，而且重点，他还是那一天我跟你讲。讲台积电的最后一个买点的时候，我还跟你最佳买点的时候，还是台股的最低点。好，两次的台股最低点，我有精准掌握。什么叫精准掌握？不是甘露能哦，含糊哦，模棱两可哦，就清楚的啦哈。要大赚的赚钱嘛，人讲拢讲我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加嘛是啦，加我底下都开始预告啊啦，我在这里就在预告了啦，所有人都在笑我啦，因为还有低点啦，哦，要暴涨好，过去就算了哦，这一波杀下来的时候，十二月二十号是不是最低点？有人跳出来跟你讲，这里是绝佳的买点吗？我们在大捡便宜，我买股票，我买给你看，买到让大家拢在阿笑，你有看到这种节目吗？至于已经杀了两个多礼拜的立台，我就不解释了，不然你就要黑老师，你要黑立台，哎呀，你就赚最好赚的那一段就好，其他的你管他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跟你讲，你后面跟我买银邦不是很好吗？你后面跟我买强生不是很好吗？哎，拜托，哎，我不用一张一张翻了，也不需要一张一张翻了，是不是最强全市场都知道了？我们也不要去批评别人的股票啦。我银邦是怎么样带你做的？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哦，没有半个没赚的哦。汤阿底下皮皮抓哈，我第一次预告在这里，第二次预告买在这里，第三次预告买在这里。同时，我在高点都提醒你不要买哦。你有看到这种节目吗？我不是跟你讲看好就这么简单啊，就是看好涨我也跟你讲看好，跌我也讲看好。也没有错啦，不管是涨跌，只要是一家好公司，它未来会创新高，你这样子讲也是对的啦。但是我不是这样子，最高点的时候，听到卖买哦，唔通去录哦，哦，进来买哦，哦，卖买唔通去录哦，进来买哦。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啊，上礼拜又来了。好，你可以去对任何的时间。我那一天的节目你就拿出来看，你现在网络很发达，你去看我的节目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礼拜五讲什么？我礼拜一讲什么？我礼拜二讲什么？不需要今天跟你讲，不需要今天才那么，你总不能涨起来你才跟我说它会涨吧？你总不能跌下来就变成缩头乌龟了吧？对不对？全部都是预告，全部都是预告。啊，最近讲的另外一档股票叫做什么？
叫做什么？必应嘛，必应嘛，新的啦，必应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再解释，全新的啦哈。它喷出，它喷出就喷出了啦哈。喷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它会洗嘛，好。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昨天有讲了哈，我昨天有没有讲？也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啦，我还有啦。好，那我跟你讲哦，今天台北股是大跌，可是你会发现哦，有很多股票其实是在飙的。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行情没有结束，只是跌那些涨不动的。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当然还有别的股票啦。那这种股票你就不要去碰，你要去买就是买什么？买那个后面要开始飙的。其实今天你可以看到盘面有很多的主流串出头，那个就是未来的主流啦。好、哦，我已经讲过了。好、哦，有人跟我讲我神经病啦。哦，老师，你这个分析，什么叫谷底？什么叫复苏？我跟你讲，今年叫谷底加复苏，会创造十倍股。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什么叫做十倍股？一定是过去这两年最不好。从最不好到大好，它的空间最大。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过去这几年什么最不好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什么最不好？我讲一个比较旁边的旁支的部分，请问你告诉我，当疫情来的时候，你会去参加演唱会吗？会有很多的活动吗？不会嘛。可是疫情过后，请问这个会不会变很多？好，那当然过年的时间会比较少，所以说一月份会比较差，这就是它上礼拜跌下来的原因。可是用眼睛想，用卡头想嘛，知道二月份又要爆发了啦。哦，那像这样的哦，这只是一个次族群哦。这两年最不好的是什么？还有什么是这两年很不好，今年会大好的？容易创造十倍股，容易创造十倍股，我都帮你找出来了啦。一个叫做喷不停啊，我现在喷不停。我先讲哦，你电话里面有六、有七、有八，任何一个号码的，你马上来拿。哦，你可以对你的手机，只要手机有六七八的啦。有人跟我讲啥？嘿，老师啊，哎，强生我没谈到，全市场最标的生技，你家北极星快六，这应该是六成了吧？只要电话有一二三的，我没有为难你哦，我不是叫你说一二三三个都要有，其中有一个号码对中就有了，我就不要一张一张翻了，四字头标到六字头了，到现在还在标呢。最近这个礼拜，不管他怎么表现，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啊。好啊，你一二三你没有来没关系，六七八一样哦，我没有为难你哦，我不是说你要六跟七跟八通通都要有，你只要有一个号码，你有六你可以来，你有七也可以来，你有八哦，你只有一个号码，只有一个号码，只有一个号码，通通都可以来，你只要手机里面有六七八任何一个号码，或者家里电话哦，啊碰没停都是你的哦。为什么我老师上面叫做碰没停？哦，所有股票喷到一定的时间点都会休息，喷到一定点的休都会休息哦，包含强生，他也在休息哦，他这休息就休息的很厉害哦。我讲真的哦，真的是在休息啦哈。哦，阿贝休空瓦空我满在。哦，我老实告诉你哦，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哦，我也不知道他要休息多久。哦，但是这老师那个一直喷，那叫做一直喷。啊，银邦嘞。英镑嘛，就搞普尼啊。找不到没关系啦，反正你有来的都赚得到了哈。英镑，反正是你不管你是谁，你通通都赚得到。你看节目也大赚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阿伯嘞，有没有一直喷啊？哦，啊对，我喷有我休息的时候，我有叫叫喷未停，所以老师上面叫做喷未停，哦，无要休困呢，哦，也就是说它会是最会喷的股票。哦，你只要电话里面有六、有七、有八的，你赶快来，碰美玲，他就是你的。
狂贺恭贺台股大跌，股票逆势再喷出啊！过年前一直喷，老师你怎么知道一直喷？真的啊，我们前面就是在庆祝啊，过年前股票一直喷，过年后股价又一直喷，然后呢，全新一直喷，强生又一直喷，到现在台股暴跌，台股大跌又在喷，不论涨跌就是要大赚。只要电话里面有六、有七、有八，任何一个号码了，你赶快来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啦齁，你没有任何损失，但是可以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你就是对一下你的手机号码，对一下你的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有你就赶快来齁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马上来碰美婷都是你的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。那我上礼拜也讲过了啦齁，怎么可能不受影响？一下子阴，一下子割，怎么可能不受影响？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啊？会衰退呢？我很敢讲了哈，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你讲说，今年叫做谷底加复苏了，熊不好变熊好了。可是很多人都不懂啊。可是以后，我觉得以后应该是全市场都会跟风啦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也要开始预告啦，可是预告没有用啊！你预告不是用嘴巴讲的预告，你嘴巴讲的预告是没有用的。你每天只告诉我你股票涨停板，你的预告是要告诉我什么？我今天要买什么？我今天卖了什么？每一个时间点做了什么事情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来印证看看。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我要告诉你啊！我是要证明给你看，但是不代表说我会脱光光。我讲的够白了吧？狂贺台股大跌，股票你照样逆势喷出，无论涨跌就是要大赚。你电话里面只要有六或者七或者八的任何一个号码，我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有六七八，通通都要有，那个叫做刁难你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有其中一个号码。当然也有可能真的有人六七八通通都有了，但是我们的标准比较低，你只要有其中一个号码，你只要对中，你只要有兴趣，你赶快来。这个叫做碰不停，下面叫做碰不停，上面叫做碰不停。你不要觉得它涨很多了，过一个礼拜后老师它已经飙五成了，你真的不要觉得它涨很多了，我建议你不要卖。一个叫做碰不停，碰美婷，他就是你的。只要电话里面有六七八任何一个号码，你赶快来，你没有任何损失，但是可以马上掌握大赚的机会。有的对中的赶快打电话进广告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。
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大家回到现场哦！要大赚的趁现在哈、哦，只要对中号码的，狂贺台股大跌，股票照样逆势喷出，无论涨跌就是要大赚。只要电话里面有六或七或八任何一个号码，你只要对中其中一个号码，或者你觉得现在你很想要买股票，却不知道要买什么的，你就买这一支。只要电话里面有六七八其中一个号码，只要对中了。有八也好，有七也好，有六也好，只要有一个号码就好。喷不停，伊都是你的电话，手机家里电话对中六七八，任何一个号码只要对中，赶快打电话来，他就是你的赌博投资力。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兔